大家好，欢迎到哥伦比亚英文治疗室。Today is Friday， 然后我们就 make it Friday。我们 Jim， 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会介绍一家店家。没错，我们会去介绍每一家，就是很在台中很多的那种好吃的地方。等一下我们还是用直播的方式讲嘛，对不对？所以我等一下先开我的手机，然后看到了，现在有人在看我们了，非常的好。今天我们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叫做 TR Kitchen。然后呢，这个 TR Kitchen， 如果你是你看上面的话，它叫什么？意法料理吧，对不对？那个叫什么 ？Italian French Cuisine。那我们外面有点冷，我们赶快进去看一下。这里其实你看，这里我们有那个 patio， 人家可以在外面吃东西。OK， 然后呢，过来。其实这个地方蛮特别的，然后我其实第一次来这里，然后就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然后大家也记得这个地方叫做 TR Kitchen，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它叫做 TR Kitchen。这里 check it out， 我们等一下就会问人家为什么在这里就长这个样子，你可以过来一下吗？就是近一点。如果是你要注意看的话，你就会看到一个 heart。看到了吗？这是一个爱心的，是一个盖，然后上面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嗯，也许它真的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好，那我们就跟关进来吧，好吧？哦 ，hello， come on。So this is a French Italian cuisine， 它是一个意大利跟法国的料理嘛，对不对？然后你看到这边，上面有很多那个意大利的东西，就上面。有没有人知道什么 gnocchi、tortellini、penne、pasta 的都是那个pasta 的不同的那个 vocabulary。然后，如果你们喜欢吃意大利菜的话，你们一定吃到这些东西。然后呢 ，ricotta、focaccia 那个就是很多不一样的bread 方式。然后这里是一个 kitchen，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可以问老板娘，然后问这边的人，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要开一个 French Italian restaurant。 OK， check it out， it's real。 OK， it's a real piano， deep piano right here。 OK， let's go check it out please。 Hey, have a seat right here。 Maybe we can ask someone to explain to us or tell us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is restaurant。 Oh, Leon, hello。Hello， 你好。Leon 嘛，对不对 ？Leon， 你好。那个 Leon，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这个餐厅叫做 TR Kitchen？ 因为 T 是代表 time。time，T 是代表 time。一个时间，那 R 是代表 relax。R 是 relax。T 是 time， R 是 like TR kitchen， 然后呢？所以我们就是找一个时间，然后来放松的地方，就是 TR kitchen。哦，就是来这边就花时间，然后就是轻轻松松的吃东西嘛，对不对？那我请问一下，我们是在哪里？台中在哪里？我们在大坑。哦，我们是在大坑附近吗？是，我们在君福十三路。OK， 那如果是开车过来的话，在这里是不是要坐74号就可以过来这里？对，74号下那个松竹路的加油道下来之后，顺着桥下一直走，然后走到君福十三路就到这里了。哦，那就是很好找啊，对不对？很好找。那请问一下，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了一个 big car， 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是沙坑，那就是有时候如果假日家长带小朋友可以来玩，或者是像有一些求婚趴。是可以办在那里，就是非常一个 romantic 的地方。哦，它是一个 romantic 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也看到那边有一个 piano， 那你们这边是办一些演唱会吗？还是办一些 music 的一些东西吗？我们是固定礼拜六的晚上6点半到8点半都会有琴师来弹奏，就是享受音乐然后美食这样。OK， 而且听说很多那个，比如说如果你在学音乐的话，然后一些客人的小朋友嘛，他很亲，他们就可以来这里表演嘛，对不对？可以来这边演奏。那这个环境大概是多大？这里有大概多少个位置？大概50几位，所以如果来这边办 party 是 OK 的。哦，所以可以在这里办 party。而且刚才你说那个是秋风的 party， 你们办过了吗？办过蛮多次。
哦，蛮多吃的，所以这个是一个 French 跟 Italian restaurant， 然后是全世界最两个罗马的地方在哪里？一个是法国嘛，另外一个就是意大利嘛。然后你们刚好就是一个法国的跟意大利的料理啊 ，very good。那为什么在这里开意大利、法国的料理？因为我们的主厨他就是五星级，他是在台北的饭店五星饭店里面，然后专精意法料理。啊，所以那个他们的 chefs 是 professional French and Italian cuisine chefs， 对吧 ？OK， 然后从台北过来的嘛。哦，然后台中只有一家吗？我们有第二间分店在力宝 Outlet 里面。哦，所以这个是一个 chain store， 就是连锁店嘛，就对吧？那有计划开第三或者第四家吗？但我会再开第三、第四家，一样都是在台中。OK， 就台中很幸福，就会有很多这种店嘛。好，那就 Thank you very much, Lynn。 我们就登那个东西啊。OK，so let's check this out. Well, let me put this microphone right here. Okay. Would you like to sit down as well? No. Yeah. You okay? Yeah. All right. So TR Kitchen， 刚才你们听到了吗？人家说什么 ？T time 那个 R 是什么？是 Relax Kitchen。TR Kitchen。然后这个是。如果你要，我可以用，我今天没有带那个我的刀具嘛，对不对？你看 fusion cuisine， 你们知不知道那个 fusion 是什么东西 ？Jim， 你是知道 fusion 是什么吗？这个单词？不知道。fusion， 我们就是说很多不同的 style 在一起的时候，就是一些店嘛，他们是做比如说中国菜 ，OK。一些店就是可以做法国菜，但是一些店就是可以把不同的方式的，做方式的做饭的方式这样说嘛，连接起来嘛，然后就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东西。所以一些不是只有一种而已，就是很多种的菜。所以这个叫做 fusion style。Hey, very good. You mean says fusion? Very good. Okay. 那 you mean 也许你可以给我们讲那个中文 fusion 是什么呢？Okay, so this is a fusion TR menu. Let's check that menu. Okay, so we have. So this is a daily à la carte menu. À la carte it means that you can 单点嘛，对不对？单点点。Okay, so can you see the menu? Can you see the menu? So let's check it out. So we have spaghetti, different types of spaghettis.Because it's an Italian restaurant, so you gotta have spaghetti, right? Okay. 有没有什么加中国菜的餐厅没有面？应该没有吧？应该没有。那就意大利的菜没有 spaghetti 就很奇怪，很奇怪嘛，对不对 ？Risotto， 有人知道 risotto 是什么东西？上面写炖饭。Very good. 然后你看 main course 应该是有很多那个套餐。今天我们是要点什么？今天我们要吃一个套餐，给大家介绍一下嘛。双人套餐。对。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呢？那个是 main course， 就有不一样的 main course。然后就我用 lunch set menu， 所以你可以在这里午餐的套餐嘛，对不对 ？Okay, check it out, everybody.So let's see what else do we have here. 那晚餐跟午餐不一样，是吗？它晚餐比较多。对，晚餐这个对，应该是不一样吧？你有看到，因为那个晚餐的东西应该比较丰富嘛，对不对？东西比较多一点，而且刚才亮哥我们说什么？他们在这里通常是办 party， 然后你们用那个记住到了吗？这个餐厅是在大坑附近，所以呢，礼拜六、礼拜天你们去爬山之后也可以来这里。OK， 我们新的东西就来了。第一个东西就来了，这是开胃菜。OK， 这是一个开胃菜，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它的话是那个面皮是我们自己手擀，然后它是用鸭油，是我们自己猪的鸭油。那鸭肉的部分也是我们自己烟熏的，那就是这样包在一起，有点像北京烤鸭，但是我是用意式的手法。了解。OK，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刚才我们看到那个fusion style， 对吧 ？Fusion style 的意思呢，就是说它可以用普通的那个 cuisine 的方式去做菜。刚才李勇跟我们说什么？这个有点像什么？北京烤鸭，那就请问一下，有人吃过在意大利餐厅，你们吃过北京烤鸭吗？好像没有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试一下。OK, so can you get closer to this? 我刚才没有闻到那个
Leon， 我是要用寿司吗？还是用那个这个刺？它是在 stone 上面嘛，对不对？种植叶吗？啊，寿司上面。OK， 那我就一个人一份嘛，对不对？那我们先吃一下这个。那我应该不好意思，我用寿司好，好吧 ？Let's try it out。嗯，它吃起来是像什么味道？嗯，下面的这个 bread， 他们刚才是说他们自己做的嘛，对不对？嗯、下面的 bread 有点像台湾的，当兵装兵的感觉。哦。But 就是我们平常吃北京烤鸭的时候，北京烤鸭的那个那个叫什么皮嘛，对不对？鸭皮。但是这个比较厚一点，然后脆脆的 ，crispy。嗯。所以它有鸭的味道吗？嗯，比较没有，知道吗？嗯。它的味道就是比较那种 savory， 比较鲜的味道。Uh-huh. Okay, 所以我们平常吃那个，如果你们去过法国料理的话，你们吃那个法国的 duck， 有没有鸭子嘛？法国的鸭子嘛， uh-huh. 对不对？有点那种感觉。OK， 然后这个是脆脆的嘛，这个皮是脆脆的，然后上面的肉很软。OK， 而且它不会是什么辣的味道，它就是一个 salty。And savory， 英文叫做 savory， 有 savory， 对 savory。好，那就干杯。太过分了。哦，它还有酱，一个酱在上面，你可以在这里看一下吗？这是一个酱吗？它是一个酱。嗯哼。OK， cool。嗯。So you try， 一个酱没。But we'll see. There you go. 所以呢，这里有一个酱，然后要吃下去。嗯。嗯。哦，你觉得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它这个上面，它比较像是生的鸭肉的感觉。对，因为你看哦，因为我们在吃那种鸭肉饭上面那种鸭肉，它比较像是这个感觉，然后把它变成一个球状，所以吃下去的时候其实会。你会感觉到说它是有，真的是合并的感觉啦，就把那个鸭肉饭上面的鸭肉跟饼皮做合做融合的感觉。好，那你把它吃完了，好，干杯。Jim 的胃口非常的好 ，OK， very good， OK， OK， back to me， alright， so。有没有发现的那个 presentation 非常特别？然后就是我们要一个什么东西 ，banana leaf、mm-hmm.。But check it out， it's on the stones right here。怎么样？都是石头。Yeah， some boulders。其实这种东西，这个叫做它是什么石头嘛，对不对？石头。但是这个叫做 boulder， 知道吗 ？Boulder。Boulder。How to spell？ 就是说比较是那种比较圆的那种 stone 叫做 boulder。嗯 ，OK。How to spell it? B O A L D R， B O A L 或者 B O L D R。哎，你们可以踩一下 ，boulder， 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就有白色的东西。然后呢，来这里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这样拍照嘛，对不对？我们目前就是在做什么？吃美食，在享受吃的东西嘛。哦、oh.。我们看到 G R Kitchen。然后呢，来这里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办很多的什么东西。生日也可以办很多的 party， 然后但是我们废话少说，我们看好像东西就来了。OK， OK， thank you very much。OK， 哦，你看一下，你经典经典经典，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是 entry 奖品。OK， 啊，打开喽。哦， nice。它就是有一种烟熏的感觉。Yes， yes。那下面部分，下面绿色是我们博彩洞。嗯、然后有一家鲜奶醋的芹菜口感，那这边的话是有烟熏番茄跟烟熏章鱼，那吃的话就是一起吃。嗯哼嗯哼嗯哼，口感是很棒。这个可以吃吗？对，可以吃。这个也可以吃。那我应该是用这个吃吗？当吃吃吗？ OK， 好 ，OK， 谢谢。好香的味道。对，它味道是好像是什么东西烤的味道，那种 barbecue 的味道嘛，对不对？然后我们。你看，它有点像那个绿色的
对吧？看得到吗？看得到，看得到吗？那你拍一些里面嘛，好不好？啊，里面是冰冰的，它就不是一个热菜，嗯哼，不是一个热菜。Okay, 那我们吃一下。所以你看，上面是 brown， 下面是 green， 应该是我猜是一个 pesto 的，应该是 pesto 的东西。试一下，嗯，没错，上面的那个酱好像是有点那个 spaghetti sauce 的感觉，然后下面是那个 pesto 的感觉，然后这个应该是中国餐厅才会有这种东西，看起来像虾饼。对，嗯，再说，他们刚才说我也可以吃这个东西，里面的都是海鲜的东西。所以那个吃起来还蛮好吃的，因为里面有三种不一样的 sauce。OK， 这是个开胃菜。你吃得出哪三种吗？什么东西？你吃得出哪三种 sauce 吗？我觉得它是那个上，我们看得到吗？看得到吗？我去点。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因为上面的那个 brown sauce 有没有？Brown sauce 有点像那个 spaghetti bolognese sauce、嗯、或者 spaghetti meat sauce， 肉意大利肉酱，意大利肉酱面。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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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面是那个绿色的就是 pesto。pesto 就是 pesto 就是你知道吗？有吃意大利的面条的时候、嗯、有的时候你有那个咖啡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有的时候是白色的。白色的就是有个 mushroom 的那种酱。哦，有像蘑菇酱吗？对，有蘑菇酱是绿色的。蘑菇酱，但这个不是蘑菇酱，那个是那种绿色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问一下，有没有人知道 pesto 英文是怎么说？那个我在这里写一下，好不好？给大家看 pesto。然后也许有一些人会跟我们讲一下。OK。Okay, so we are waiting for your answer. Pesto sauce. Okay, 所以这是一个开胃菜，我觉得它就是说，吃起来，然后你的嘴巴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一定要吃那个意大利菜的感觉。Okay. All right. So I think it's pretty cool because you can take some cool pictures. You know, 很多人喜欢一边吃东西一边做什么？拍照嘛，照对不对 ？OK， 那个就是。非常好的拍照的一个地方。你看那边，对啊，你可以拍在后面就很蛮漂亮的嘛，对不对？然后如果你会弹钢琴的话，你就可以弹钢琴。好，那我们就下一个菜来咯。OK， 那我们就叫亮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个菜。那沙拉的部分它比较特别，是用香槟醋，那我们香槟醋里面有加很多，就是有特别的香气，然后吃起来也比较温和。那这个吃法就是直接放进去，然后 mix 在一起。这个就放在这里嘛，对不对？放在一起，然后里面还有费卡蒂斯，之类的，是非常营养满足。OK，thank you very much。OK， 所以这个是什么 ？Salad 嘛，对不对 ？Salad。Green salad。OK，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里上面是一个 oil， 对吧？是沙拉油吗？它应该是。哦，你看它是一个醋，醋哦，醋的感觉，而且好像是一个apple vinegar， 对，那我们尝尝 ，vinegar 是对身体好嘛，对不对？那、嗯、个他刚才说，然后里面是 dry ice， 有没有看到 dry ice？ 看不到，他就看不到啊，你看这现在呢也看不到，没关系 ，OK，dry ice，OK，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你可以近一点嘛，给人家看一下里面我们有什么。这里好像有什么，这里有 cheese， we have some vegetables， 好像我们有什么 orange， 或者 mandarin 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一些水果，这个是什么？有看到了吗？紫色高丽菜。对，叫萝卜嘛，对不对？没有嘛，紫色高丽菜。是高丽菜吗？对。我看起来是萝卜的感觉。OK， 萝卜是在这里。这个是萝卜。哦，那我们就吃一下啊，尝一下，哇，这个就是有蔬菜跟水果的味道，就应该是说水果蔬菜水果的沙拉。那我们加一些 cheese 这里，所以新鲜，
所以 Sergey， 你是一个外国人的话，你会想要来这边吃吗？我们这里的环境我觉得蛮舒服的，而且外面的那个建筑物比较少，而且这个是离大坑很近嘛，所以这里的我感觉白天很漂亮，然后那个空气比较新鲜一点。So how to introduce to a foreigner？How to introduce a foreigner？ 怎么样介绍这个地方？最好介绍方式就是把地址给人家。我觉得就是说这里的特色是什么？第一个就是说你有这边有一个 piano 嘛，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在这里要办一些刚才不是说可以办求婚的东西嘛，对不对？活动，然后他们外面的小的 garden 非常的舒服，可以在外面做事情嘛，在里面也可以做事情，外面还有一个 patio。所以如果你有办一些比如说 birthday party 或者那个你的 family 来台湾跟你玩的话，你也可以来这里吃东西。当然那个重点我们还没有吃到嘛，对不对？ main course 我们还没有吃，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吃一个 main course， 然后把我们的 verdict 给大家，好不好？目前前面的三个咖味菜我觉得蛮好吃的，而且蛮新鲜的。我们今天还没有，刚才我们跟老板娘谈了稍微一下，他们的那个 wine 的选择也蛮多的。OK， 如果你们喜欢把自己的料理配那个红酒或者白酒一起吃的话，你这里有很多选择，这里有很多选择。OK， 所以你还记得这个地方的名字是什么呢？它叫 TR Kitchen。T 是什么 ？Time 嘛，对不对 ？R 是 Relax。TR Kitchen， 所以在那个什么。北屯区军富路十三街嘛，对不对？十三街，然后呢，118号 ，OK， so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OK。所以呢，我们看一下还有这里还有什么 ，OK， 那个刚才我们那个menu 我们就介绍完了吗？对，好像还没有，还没，那我们就看一下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如果你喜欢吃意大利菜的话，但是你不喜欢吃肉的话，这里你看，这里有一个 vegetarian 的选择，你看一下 vegetarian meal。所以现在原来有多人不吃肉的嘛，对不对？我个人不太懂这个东西 ，but OK， 金姐应该不会不吃肉的。vegetarian meal， 说如果你一些朋友不吃肉的话，他们也可以跟你一起来吃东西。对，我觉得非常的好。All right， 走读 pesto， 我们还没有人跟我们说 pesto 是什么东西，我们还在等。Side dishes， coffee， drinks，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Milk drinks， sprite， fruity， 其他的东西都差不多。然后我刚才看到他们的那个 herbal tea， 所以你吃新鲜的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要去大坑。去爬山的话，来这里也可以吃健康的东西。我们新的东西要来了，等一下我们叫亮哥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你没关系，你可以先把它拿走，然后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是浓汤，它是冰洋青鱼香浓汤，它是用我们大甲芋头，然后芋头下去煮的，非常香的鱼味。对，然后上面的话是有奶泡跟我们炸的那个芋头片，对，还可以 mix 在一起吃。好，另外是很滑顺。OK，thank you，thank you very much。Or should we say this is 法国料理，所以我们该说什么 ？Merci beaucoup， 对不对、mm-hmm. ？Merci 是法文的什么东西？谢谢。OK。All right， so let us try 啊。Let's 把一个去。Oh， it's hot actually. Check it out. 他说是什么做的？芋头吗 ？Taro。Taro。对 ，Taro soup。Taro soup。Taro soup。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你就知道它是一个 Taro soup 嘛。你可以近一点吗？近再近。对，你看，所以上面是一个 taro 的一片，里面是 taro 的 soup， 中间那一半是什么？白色是什么？白色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酱嘛？我等一下我们就试一下嘛，对不对？尝一下然后就知道了。OK， 它像这种东西叫做 cream soup， 对吧 ？Cream soup， okay, let's try。Very good. What is the taste? 你们有没有吃过 potato soup?
马铃薯汤。就它好像那个有点像马铃薯汤的感觉，但是它有那个 taro 的味道。嗯，哇 ，I think it's very good。所以你觉得是像 potato soup 一样？嗯，感觉像 potato soup， 对，然后那个 potato cream soup， cream 那个 potato cream soup， 但是里面嗯，而且有一点点那个 taro 的味道。如果你没有很喜欢吃 taro 的话，你也可以吃这个。taro 是芋头吗？芋头，对，它芋头，因为现在人不太喜欢吃芋头嘛，在台湾很多人吃芋头嘛，对不对？在国外没有很多人吃芋头。那你会害怕吃芋头吗？我不会。I think it's good. I like it. 因为芋头它吃起来是像跟马铃薯是差不多的感觉嘛，对不对？那就是颜色不一样，然后味道有点不一样，但是感觉起来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而且它不会特别，这个不是冷菜嘛，这个是一个热菜。嗯哼。Okay, I think it's re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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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ly good.I like it. Okay, let's see. Do we have anything like pesto? Nobody is entering that, but it's okay. Lots of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this dish. So I think this taro soup, it's really, really good. I highly recommend that. 那可以吃吗？这个可以吃啊。吃给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也是芋头的，芋头一片。That's really good. Okay. Hmm. 很多人吃汤的时候，在国外嘛，我们是吃汤的时候，我们喜欢吃面包嘛， mm-hmm. 对不对？一边吃面包一边吃汤，这个就没有面包，但是你吃这个汤的，应该是怎么说？喝汤还是吃汤？喝汤嘛，对不对？那就喝汤的时候，你一边喝汤一边吃这个东西，感觉非常好。英文是用哪个单字形容喝汤这个动作？ We don't drink soup. Okay, we eat soup. Eat soup. 区别在哪里？因为在国外，我们的 soup 里面的东西很多，我们可以加马铃薯，可以加肉啦，可以加蔬菜啦，所以我们的品尝我们的 soup 非常的浓，知道吗？所以它像一个不是烤味菜，它像一个菜一样。有的时候你吃完了 soup 之后，或者喝完了 soup 之后，你就吃饱了，因为里面的东西非常的多 ，ingredients 蛮多的。像那种 cream soup， 它是也是应该是开胃菜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appetizer，、mm-hmm. 你吃了一点点嘛，然后你就胃口越来越好，然后你可以吃一个 main course。所以那个开胃菜英文是叫什么 ？appetizer， 大家知道这个字吗 ？appetizer， 对 ，appetite。我们说 good appetite， 你吃东西的时候，在台湾你跟人家会说慢慢吃嘛，对不对？在国外我们不会说慢慢吃，我们就是 bon appetit。bon appetit 是从法文过来的一句话 ，bon 是好的意思 ，appetit 是胃口，所以我们是祝人家好胃口。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说，哎，祝你好胃口。Mm-hmm. OK， 就这样的话。哦，就是慢慢吃的感觉。对，所以也许你们可以跟我，你们大家知道那个 appetite 怎么拼写吗 ？appetite appetizer。对，这里应该开胃菜应该有吧？应该是 zer， 应该有的时候是 ser， 这里没有，因为这里都是那种set 嘛，是不是 ？set，so 我觉得这个 menu 虽然没有特别的厚，但是所有的所需要的东西都在里面，知道吗 ？OK， 然后那个我刚才其实刚才我们好像没有说这里面有一个 kids menu，kids meal， 所以你也可以带来一个小朋友跟小朋友一起吃东西 ，no problem，sure no problem。哎 ，Sogay， 你单身吗？这个不是我，因为我已经结婚了。OK， but 如果是你打这种，应该是 Jimmy 带这个东西比较适合你。好，不好意思，那这个是吗？我爱小鲜，你爱姐就爱小鲜肉。对。Do you know what does that mean? No, what does that mean? Tell me. 小鲜肉 means some
boys very cute。那应该跟我没有关系，应该你没关系吗？那对，好，我们也很 cute 吧，对不对？哎，我们上次去那个什么，那个餐厅叫什么？Baby Burger，、嗯、那个老板就很 cute 嘛，对不对？对。然后你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很不错的一点，你可以来这里拍照，嗯、哼然后有一个这个很不错的一个纪念。然后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说你这里也可以办那个生日 party 嘛，就是在这里拍照，我觉得就非常的好。然后这个是什么？好，第二 kitchen。哎，我们下一道美食又来了。OK， 好，来了吗 ？OK， very good。OK， next。OK， 就等一下，我们那个利安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龟苓鸡松奶油炖饭。那比较特别的是，龟苓鸡是我们台湾鸡，就是唯一一个生食等级的鸡肉。对，那下面比较特别是用白酱煮的炖饭。那刚开始吃的话，就是口感也是很好的。嗯哼嗯哼。So, this is risotto, right? 对不对 risotto. 好 OK, 谢谢你。谢谢。 Okay, let's get to business. Okay, so risotto 是你这个 risotto 是从哪里来的？意大利文。是你说意大利吗？还是从中国？意大利。是意大利吗？那他为什么跟中国的烩饭就是跟中国的炒饭非常的像？你觉得？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那个比如说面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意大利还是从中国？那披萨呢是从哪里来的？意大利来的。意大利还是中国啊？那我们没关系，这是另外一个主题。好， let's try risotto. Do you guys like risotto? I love risotto. 嗯，risotto，我觉得好 risotto 它不应该是太咸嘛，对不对？也不应该是没有完全的味道，也不应该是味道非常的重。我觉得这里的这个 balance 非常的好，因为如果是你来近一点看一下，里面好像有香菇的感觉。香菇吗？对对对对，看起来没有香菇。对，没有，里面那个香菇的那个 sauce。知道吗？然后黑黑的那个应该是黑胡椒嘛，嗯 ，black pepper。OK， so I think it's pretty good。嗯，然后呢，我们看一下上面跟它的利用是什么？是什么？我试一下，那应该是chicken，barbecue chicken。嗯。这个 chicken 跟下面的 risotto 非常的怎么说呢？ match， 而且在 match 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complementary， 知道吗？ complement 就会加一些酱汁嘛的感觉，因为一些味道它就跟你说很 match 嘛，对不对？一些味道你就加另外一个味道，这个味道就可以表现出来比较好一点。OK， 所以我觉得这个Risotto 跟下面的那个鸡肉在一起非常好吃。嗯，Do you want to try? No, not yet. Okay, so I'll have some of this. The chicken with risotto is very good. 嗯哼，你可以拿着这个一下。什么东西 ？You hold this. I go there. Okay. All right. So lots of people. Okay.So, let me hold this myself. And okay, can you hear me? Everything is good. Yeah. Can you hear me? Hi. Oh, there you go. Nope. 再转一下。嗯哼，再来一次。Where? Leg. Oh my god.他没有跑回来，我把它再按一次好了。等一下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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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我来这样 ，OK。I'm gonna continue. You guys okay? 那个 risotto appetizer， 我们刚才讲了那个 risotto 跟 appetizer， 所以我们刚才吃到了一些东西。Okay, we are back in business. Okay, so this is risotto. There you go.Okay, so remember this place is called TR Kitchen. Okay, T stands for time, R stands for relax.
然后这个地方是离大坑非常的近，因为它是在北通区军富路十三街，应该是军富十三路嘛，对不对？118号。然后我们刚才有吃到了一个三个口味菜，今天我们吃一个套餐，然后套餐里面我们已经有吃到了一个 three appetizers。Okay, we had already we had some meat, we had some salad, we had some soup, and we are having risotto right now. Okay, check it out. This place, check it. This place has a piano, so lots of people come here every Saturday. 每个礼拜六，这个地方就会办一些music show. So 如果你会弹 piano 的话，你也可以来这里来表演一下给你的一些朋友们，好不好？ Alright, so risotto was very very good. Okay, 我们就再看一下。Very good risotto. Check it out. Okay. Do you guys like Italian food? 你跟我们讲一下。如果你喜欢 Italian food 的话，我知道台中有很多那个吃意大利菜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们还没有来这里吃过意大利菜的话，我建议你们就来 TR Kitchen 试一下，好不好？哎，是给来。OK， 哦 ，Hello，Hello， Kelly，Kelly，Hello， How are you today？ Fine, thank you. So Kelly， 你要跟我们讲什么东西？我想介绍一下我们餐厅附近的一些就是可以去玩的地方。如果来我们餐厅游玩的话，也可以就顺便绕过去这样走走。对，那像我们就是在前面，我们餐厅前面入口的部分就有一个大公园，还蛮适合跟亲子一起去的，因为它是生态公园的部分。对啊，那就是还空间蛮大，可以放风筝，可以跑。也蛮安全的。那像上面有九号步道也可以，就是也适合全家人一起去。哦，那请问一下，你们这个餐厅已经开了多久？大概三年左右了。哦，三年左右。那然后呢？你们决定是开意大利餐，对不对？跟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师傅的部分，他是在饭店，那就是有去。就钻研意大利菜的部分，那他自己也常常就是飞去法国啊那种，然后去实习去练习，所以对意大利法国的菜会比较熟悉一点。所以他不是看 YouTube 影片学到做那个意大利菜，他是自己飞过去的，对。所以说非常的专业嘛。刚才我们已经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在台中很多人喜欢吃日本料理嘛，对不对？然后好的意大利菜也没有那么多，对不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觉得加了番茄酱煮一个面条就算意大利面，很简单嘛，其实的面很简单嘛，对不对？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们食材的部分都是从零呈现，也不会加味精跟鸡粉。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每一个礼拜六听说的这里会办一些音乐会吗？对不对？对，钢琴演奏的部分，那它时间是7点到9点。啊，7点到9点。对，晚上7点到9点。对，有兴趣可以来一起。Okay, 那如果比如说我会弹钢琴的话，然后我要来表演给我的朋友们，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可以提前跟我们说，我们都可以帮你做安排哦。OK， 那礼拜六平常是谁会在这里表演？我们是琴师的部分，那他是就是老师，对，钢琴老师，那我们就是请他过来这里帮我们做演出。那应该是礼拜六晚上人家在表演的时候，这里有很多客人吧？对，还蛮多客人的，就是会专程过来这样子。所以呢，来这里之前是不是要先打个电话要预约一下？对，最好是预约，因为我们六日的部分的话，定位会比较多。哦，可以提前帮你准备这样。哦，那白天是中午也可以吃东西嘛？我看到你们有那个 lunch set 嘛，对不对？lunch set。那礼拜六、礼拜天也有白天可以看嘛？有。礼拜六日都有。哦，非常方便嘛，因为打客很近，你可以去爬个山嘛。爬上之后就可以再过来吃东西，就可以 relax 一下。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你们的电话是多少？要打电话过来嘛，对不对？对，04-3507-0502。
然后呢，除了大锦花以外，我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比如说你们有 Facebook 粉丝页吗？可以上面。哦，对，我们粉丝专业的部分就是上网查我们 TR Kitchen 的名字。啊，就是用那个 TR Kitchen 这个嘛，对不对 ？TR Kitchen 的名字就可以搜寻到我们餐厅的粉丝专业，哦，那就私讯我们这样就可以了。我会买专台。有中文的名字吗？还是用英文 TR Kitchen 就可以了？就用英文 TR Kitchen 这样子。中文没有中文的名字。没有中文。啊，哦，你看没有中文的名字的餐厅哦。OK， TR Kitchen 非常特别。OK， 所以你们可以上他们的 Facebook page， 然后看到那个地址嘛，对不对？然后有电话嘛，然后好像也可以看到一些你们的菜的照片嘛。对，相关的菜的说明，然后一些活动的推出都会在 Facebook 上。OK， 嗯，可以介绍一点你们的活动。活动的部分。对。对了，我们不是有一个活动吗？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人家很爱活动嘛。活动的部分的话，这是我们店里面的尊爵卡，那它的部分的话是一个就是有点像是 IC 卡这样子，就储值卡的方式。那我们是储5000的部分的话，就会赠送一点。那一点的部分我们会送下午茶，那5000块的部分会送500元礼券，那当天的部分就可以做使用了。那生日还会有打8折。那因为我们是有永贞生计的部分，那这里如果买相关产品的话，也会有做8折。那就是它折扣的部分这样加起来的话，其实有点等于说一两份餐是不用钱的这样。那如果你储值到10000块的话，一样是1000块的礼券，那也有送2点的部分可以换1099的晚餐一客这样子。对，那当是含套餐的，那所以就是其实还蛮划算的，这样子算下来其实就有3份餐是不用钱的。对，5000块吗？对，就是5000块是一个扣这样子，那一个扣的部分会送500块。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晚餐的部分会平日晚餐都会送红酒，就是一张卡可以整桌的人都做使用。 OK， very good。 我感觉起来我们旁边有一个新的东西要上菜了，对不对？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的说美就是用奇虎凤梨酥拿出冰箱，就是在你煮餐之前先要熏一下你的口腔。这个是不是对这个消化有帮助吗？它是先让你就是让你的口味变比较淡，那等下吃主餐的时候才可以吃到主餐的味道。OK， OK， very good。OK， 那我们就那个 sherbet， 对不对？哦 ，sherbet， 我们就可以吃一下。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Apple sherbet， 哦 ，very good， very very good。然后好像它是用新鲜的奇异果下去榨的。它那个红色的里面是什么？这里是莓果碎，就是有点像覆盆子那样子的碎，它是风干的。Very nice, very nice, very fresh, freshly made, freshly made。那今天我们有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在看这个节目嘛，对不对？那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他们？有什么礼券吗？可以送给大家？礼券吗？炸物品吗？有，我们今天有提供3张可以抽礼券的部分，就是炸物品盘。哎 ，nice， 有我们有 3 coupons， 对不对？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抽嘛，对不对？哦，礼拜一。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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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谢谢你，谢谢。OK，so we are，I think we still have some food to come。OK，one more dish， one more dish to come。So far so good, guys。我觉得还不错，这个东西蛮好吃的。好像就是看起来很清淡的感觉嘛，对不对？但是它里面的味道非常的丰富，知道吗？就刚才我们吃的那个 taro soup， 哇，我觉得非常好吃，而且好像没吃过 taro cream soup。Jim， 你有吃过 taro cream soup 吗？我也还没吃过。对啊，所以这里是 taro cream soup salad is okay。I think it's not super special, but it's very fresh. Okay, salad 就是需要什么？就是需要一些 fresh 的东西在里面嘛。Fresh ingredients 就我觉得就 OK 了。Risotto 我觉得不错。炖饭啊，炖饭吗 ？Yes， 炖饭那个刚才我们讲的 risotto 对不对？嗯、那个炖饭非常的蛮好吃的，蛮好吃的。但里面的味道非常的怎么说呢 ？Rich， 丰富。对，丰富。我们通常用英文，我们就用英文字典的 rich 就表示这个就真的味道就进去里面了嘛，知道吗？所以你吃起来就觉得啊，是那个地道的那种
感觉、嗯、OK 不会就是说的饭跟那个味道是分开的，就是在一起的感觉。 OK so we're still waiting for one thing to come。 我们再讲一次，如果你前面没有看到这个地方叫做 TR Kitchen， 然后那个你可以上 Facebook page，就是找去，就是说到那个 TR Kitchen， 它英文就可以找到它了。他们是在北东区这边，台中北东区那个军府路十三街嘛，对不对？还是那个叫军府十三街？军府十三啊，三街十三街。对对对，对 ，OK。所以你可以坐七四号下来就到了，或者你去巴上的达坑巴上的话，离达坑非常的近。So also these guys they have a music show。check it out， 就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 piano， 看得到 piano 吗？看得到，看得到哈。礼拜六那个 Kelly 刚才跟我们说什么？晚上七点到九点嘛，对不对？每一个礼拜六 ，every Saturday from 7 o'clock to 9 o'clock， they have a music show， and we waiting for the last dish， okay， and we gonna have a lottery， right？ 什么时候没有？礼拜一。礼拜一嘛，对 ，OK。On Monday， don't miss， 不要错过。礼拜一是什么时候？下午。下午。大概三点。大概下午三点，大概从三点到六点嘛。没有开玩笑，就大概就是礼拜一三点，就是我们做一个 lottery， 我们可以抽是三个。三个 coupons， 这个地方的三个 coupons， 不要错过。OK， so on Monday actually。We have a show, right? Okay, 礼拜一五点半，我就可以问人家你们今天有没有收到什么东西啊？所以 on Monday 3 o'clock， 那个是12月7号，十一嘛，对不对？On December 11th, we're gonna have a lottery, and we're gonna play, we're gonna give away 3 coupons from TR Kitchen. All right.我们在等那个下一个菜的时候，我也在吃这个馅饼。很多地方就会在这里加醋嘛，对不对？我觉得这里没有醋。没有醋。没有醋，你要不要拿 spoon 试一下？哦，没关系。OK， 我们等一下问那个 Jim。OK， 你拿一个 spoon 试一下。OK， 里面有没有？好像没有冰沙。Yeah, it's very refreshing. Yeah, it's coming. There you go. Whoa, nice. Okay. Okay. 那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呢？这是酱土鸡，然后我们是用台湾猪，比较特别是用这个焦烧味噌酱，还是用烘烤的方式让味噌酱有点焦香味，然后搭配起吃，然后是对。那这边比较特别是还有一个酥皮，那里面是帮我们大家芋头。Oh, okay. All right. Well,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baby carrot. Let's check it out. Okay, 那我们尝一下，那个是重点啊，真的 main course。然后，这个是羊排嘛？羊排嘛 ？Okay, so let's try. 猪排，猪排羊。So it's very thick. Okay, 非常的厚。然后是 well done. Okay, 很多人就喜欢吃 well done 嘛，对不对？然后 ，Okay, let's try.嗯，有那种 barbecue 的味道，有 barbecue 的味道，肉非常虽然它是 well done， 但是它是蛮 juicy， 不会是干干的，而且很软，知道吗？所以有的时候 overcook 的时候，东西会变成那些 dry， 然后就是没有非常容易的 chew， 知道吗？这个不会，嗯。Let's see what we have here as well. So here, I think it's a potato, a small potato. 嗯哼。法国料理，如果你没有 potato 的话，就不算法国料理，知道吗 ？Okay, French love potatoes. 嗯。In Taiwan, people like 什么萝卜和那个 taro 芋头，对不对？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你们以前也许 potato 没有那么多。是这样子吗？不知道。对，不多嘛。对，是像 vegetable。Vegetables is also made on barbecue, so it's really really good. So let's try another small piece.
So let's see if the first piece was, the second piece would be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一样好吃。OK， 那我们给大家再看一遍。差不多了。It's pretty good. 嗯，好，今天就是这样子啊。你们来这里吃东西的时候，我建议就是你们点一个套餐。套餐里面有什么？就是什么东西都有，有 salad， 有一些 appetizers， 有一些 soup， 然后有 risotto， 然后这样子一个 lamb chop。我觉得吃完这个以后就会吃饱，但是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你会吃饱，但是感觉就非常的舒服。然后呢，你们也可以在这里订一些葡萄酒，但是要记得开车后就不要喝酒。OK， 这个地方是在台中北屯区。郡府13路嘛，13路 ，and 118号，然后呢，我再讲一次，它叫做 TR Kitchen，TR Kitchen， 所以你可以上那个 Facebook page 找一下嘛，找一下，但是记得礼拜六、礼拜天就一定要打个电话，然后先预约嘛。礼拜六他们有一个 music show， 每一个礼拜六从7点到9点，他们一定会开一个 piano evening， 所以你可以来这里一边吃东西一边听音乐。Okay,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guys, for joining us tonight, okay? Have a great weekend, and we'll see you on Monday. Bye-bye.